我是林先生吉他手小 B。今天为大家开箱的是 Fender 第一款效果器电源供应器 Engine Room。好，那现在手上这台呢 LVL5， 它就是提供了5组独立的9伏500毫安培电源接口。那现在这台 LVL8 它有提供了6组，那 LVL12 呢，它提供了10组。独立电源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避免供电不足，还有避免讯号的干扰。供电呢会相对的稳定。好，那8跟12呢额外的提供2组，就是可以切换9伏、12伏跟18伏的电源接口。好，那如果你有 9V 电池的供电需求的话呢，它还有一条 9V 电池的转接线，就可以做不同的选择，可以供你使用。好，那在每个接口下方呢，其实都有一个 LED 的显示灯，然后如果是绿色的话就表示它正常供电，如果是红色的话就表示它过载。我觉得大家在拼效果器盘的时候，一定最 care 这个电源供应器到底多大。那它可能就是差不多在2颗单颗效果器的大小。那 LVL5 呢，它就是差不多1颗单颗效果器的大小。LVL12 我没有，无法告诉你它有多大喽。最后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他们3组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。就是他们有提供 USB-A 跟 USB-C 的充电接口，它可以为你的智慧装置啊充电。你在练团的时候，你在表演的时候就不会没电了。这么厉害的东西，不赶快订购1组吗？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赶快去抢购哦！如果买不到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救你了。拜拜。